们再弄一个酸辣的凉拌鸡爪，将就你们全家的事再弄。酸辣口味吧？对的噻，马上我给你弄。来，姜葱，好，我带的还有花椒，加点啤酒倒个半瓶，好，点盐，点底味，鸡爪下锅，好，开个水。这个就是给它穿透就对了，不能穿球了，是吧？啊，吃锅，我把锅儿给你洗干净。这边把这丝啊，嗯，摘锅锅。那个菜花呢？我都把摘洗。哦，剁碎。这下我们来点花椒。可以剁。可以几剁？还是要稍微粗放点儿，这个就不用摘那么细了。来，摘好的这个裤子里头，等下我们刷个油。好，这个背兜儿，这个是十渡红三号。啊。当地的，便宜得很，我现折的。这个就切圈圈，我给它取个名字叫满江红鸡爪。这是不闹翻天了？我觉得。也可以啊，人家说的菜名字是属实点儿的嘛，是不是？哦，随便取名字。随便取，随便取。这个呢，要刷个油，把香味给它提出来哈。打开汽车给我，要火快，来啊！香醋，哦，香醋，这样行。酱油，生抽要点嘛？不一品圈了吗？哦，可以一品圈。开水一下，好，兄弟们，压一下，盐巴，啊，鸡精来个两瓢，味精来一瓢，白糖，哦，白糖要滴点儿啊。来，这下鸡爪下去，啊，对了，我们给它拌一下，热拌的这个是相当于是，垫到这个盘子上，来，这样子才显得均匀一点。对了。厨师哈，其实就是活到老学到老，而且还有一点哈，张一川，就是一定要服气。要比如炒鸡爪这个事情，蔡老师肯定就比我们炒得多，那肯定经验就比我们丰富，那就所以说我们才不远几百公里跑来学习。那个强哥凉拌鸡爪哈，从你们阿凤鸡那个店儿，你可能没吃过，我也没吃过，那是热拌的，我们来尝哈，选货选货。你说，如何？滑的是吧？可以。